个是一定要的。我已经看到剧本了，有，尤其因为我是重海军啊，我想如果重空军就不用了，因为海军就要游泳嘛，所以是有一点点要裸上半身的戏啦，所以我都有开始在运动啊，然后尽量少吃啦。现在是还在非常的努力的在健身，希望在这部戏表现出来的那个身材是理想而且是观众喜欢的。非常的斯文啦，但是一点都不是。然后我的性格就像我的发型一样，就是爽啦。哦，坦白说，他妈妈一直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像，就有夫妻脸这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是 compliment， 因为他眼睛比我大很多，鼻子比我尖很多，但是没有啦，就觉得说其实他的五官真的很好看啦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 8 News.SG 观赏。